玉山想吃，看着就好爽。走，糖葫芦在哪儿？咱俩找找糖葫芦在哪儿。吴能西。咱不是买糖葫芦吗？嗯。一会儿你跟糖葫芦说你要啥糖葫芦，跟糖葫芦说。完了，要是阿姨，你就说阿姨你好，我想要什么什么糖葫芦，你就跟她说，完我给你交钱。行。行吧。嗯。你自己跟她去买好不好？行。是谁去买啊？嗯。让你去买啊，我就负责给你交钱。你要买啥，你告诉她，可以吗？行。好嘞。Yes。哎呀哎呀，我看着糖葫芦了。那吃啥的小孩，想吃啥拿啥的。吃啥拿啥。你大爷说草莓的。草莓的没有啊，那娘呀。来这个吧。行行，不知道是不是吃黑枣的，来。甜枣的。黑枣的没吃过。啊。我自己选着吧。你自己挑。你自己挑。吃啥呢？我。害怕了。那吃个山楂的。就没有。啊，来啥的？点山楂了。点山楂。哎，那是什么？扁山楂。扁的是蒸熟了。对，炸扁，然后里边加馅儿。你要啥有啥。拜拜，我给你交钱。不要了，拉倒吧，吃去吧。乖乖，该扫扫扫，该扫扫扫扫。扫。来拿吃去吧。来来来。那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好嘞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是怎么还有糖葫芦？还有糖葫芦？那有草莓？有草莓子。嘿嘿，那你说吧，你跟叔叔说。我要这草莓的。要个草莓的，好嘞。五东西你自己拿着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几岁了？4岁。4岁呀、啊。拜拜。必须的。拜拜。拜拜吧，跟叔叔拜拜。我要吃大果子。你这眼挺尖，这老远你看着大果子了？大果子，油条。哦，就是大油条是吧？大果你要的，你咋说？谢谢。进步了。什么？谢谢。走吧。拜拜。这你吃不吃？要哪个？这麻团。嗯，我喜欢吃这个。这个好吃。你要麻团啊？你咋跟阿姨说？谢谢。哎，好嘞，来小朋友。谢谢。真乖。乖。阿姨来呀，走吧。走吧，咱俩找个地儿吃点。行。我想买了这么多。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会吃了吗？就是当地的很丰盛。我又饿了。胃口被打开了。我要走动了，就是这家吃吧。行，先给这家吃吧，走吧。嗯。来，宝贝，进屋。哦，我喜欢吃包子。来，宝贝，你想吃点什么呢？大肉。背的时候啊，好，但是是棕色的啊。棕色的，那你要哪个？棕色的啊。我是我。对这个。这个装上了。阿姨打的就是这个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行了吧？你的粥，你的大果子。嗯。我给你扒袋儿。你还有啥想买的吗？还有啥？没有啥了。嗯、那咱一会儿出去给你爷给你奶买点东西，行不行？嗯。馋了我都，你造的真香，你造的真香，我造的怎么就这么不香？造是吃的意思是吗？应该造在东北话里有很多意思，有吃的意思，有你把这活干成对，造这样哦。你要大口吃吧，大口吃吧。也不用那么大口，不是大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行。阿姨再见。哎，拜拜。很客气嘛，有礼貌。走吧，咱俩找找看，给爷爷奶奶买点啥。大娘，鱿鱼多少钱？鱿鱼吃散。你想吃鱿鱼还是刀鱼？完，你给奶奶买刀，让奶奶给你做。刀鱼，刀鱼啊，行，来几个，一个，你就给奶奶买一个呀、啊，两个，那拿俩吧，
我给我爷买仨。行，你给你爷买仨，回去我就告诉你奶，我说你就给你爷买仨。买别的去。年豆包。年豆包咋卖的？年豆包8块钱一斤，都忘了年豆包什么味儿了，就糯米味儿。那行，那给我拿一斤吧。好嘞。回去我就告诉你奶，我说你就给你爷买仨。我要拿一个这我买，拿一个就行啊。拿一个这我买。拿一斤给你奶还不行吗？让奶生吃。过去了。哎，好嘞。你挑吧，你给奶挑啊，你想吃啥、啊？我想让我奶给我做一个整个的鸡，我要给我爷买五个这个。那再给我拿五个翅。哎呀，走吧，差不多了。早市好像北方比较流行，就是一条街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早市指的就是早上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市场，因为它到8点9点就停了，这就是一条道。我们广东人是羊走场。就喝早茶，就是在那个餐厅里头，就是一笼一笼，一位一位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像没有印象中我们有叫早市的地方。早市其实就跟那个段琼说的，就是他早市其实是这些个体的商贩，他们没有固定的摊位，他们只是在早上，大家这条街还不是那么忙，没有车呀人那么多的时候，他们趁着这个机会摆摊儿。为什么要去早市？就是因为早上的肉蛋禽类那个时候最新鲜的，你有可以挑的余地，比如说这块大排你能早去你就挑到好的，你今天想吃个炒腰花，那一天就俩腰子，你中午去你吃不着了。我可以认同魏晨说的，因为我丈母娘特别喜欢特别早去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想要有某特定的肉的位置，他没了就没了。对，哎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内容差不多，馅儿饼啊，羊杂汤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豆腐脑油条了。你们豆腐脑是咸的甜的？那必须是咸的呀。早上的那个香港大排档，他们就会卖那种纸包排骨饭，你有没有吃过？就是那种排骨饭啊，然后凤爪饭，但他们一大早就能吃。哎，你们说半天，我得说说北京的早餐吧。这个我们北京的早餐，其实我老北京人啊，我到现在我依然喜欢豆汁儿。就是很多人接豆汁跟胶圈，里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，就是还是尝试都接受不了。可是我从小我就很喜欢，然后还有面茶。你知道吗？北方面茶，米子面做的面茶，面茶，然后豆腐脑是必买的。炒肝是早上吃的吗？炒肝你太聪明了，但是我吃不下去。我们还是稀稀溜溜配个大炸油饼，然后胶圈儿、糖油饼，就糖油饼后来才有的，之前就是纯油饼。所以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尝试正宗的豆汁儿。看到吃的话题很多、那是什么的呀？橘子。这个呢？黑枣。大果子。大油条。有黄的，有白的。饿呀。有的加豆馅儿什么的，还这个好吃，带鱼啊，酸的，好像甜的，完给蘸糖吃。不行，再说下去真饿了。我们来赶紧聊聊吃完早餐以后去哪里消食了吧，好不好？来往下看。爷爷去哪儿呢？爷爷在那儿等着呢。在哪儿等着呢？给那个小帐篷。这儿怎么这么奇怪？这儿又到哪儿呢？这儿啊，到爷爷玩的地方呢。啊，因为前两天跟他爷爷说好了嘛，领武同熙去冰钓嘛。完，武同熙他爷爷也是喜欢钓鱼，也钓20来年了嘛。完了，冰钓也属于东北的一种冬天的特色文化吧。正好我跟武同熙也是头一回跟他爷爷去冰钓嘛，让俺俩感受感受冰钓到底好不好玩啊，快不快乐呀、啊，有没有意思？冰钓是什么？滑冰吗？在冰上钓鱼，挖个洞那种的哦。到了，我给爷爷打个电话，问问他给哪个帐篷。哎爸，俺俩到了，这顶上好几个帐篷，哪个是咱的？规的是最大这个。现在都是带个小帐篷去冰钓是吧？对，在帐篷里面钓。啊，灰的那个。我出去接你们。